谢谢。明天是小飞的生日，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明天可能过不上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简单过一下哈。我订了个蛋糕，已经到了，下去拿一下去。哇塞，现在开着车送的，没看着。拿好啊。好嘞，谢谢啊。蛋糕已经拿到了啊，下楼。小飞在屋里睡觉嘛。我们是在6号。靓仔。靓仔，靓仔，生日快乐！麦当娜，杨过了这。起来，晚上想吃啥、啊、我请客、快起来！整年人都不配过日子。呸！他现在年轻不累，靓仔住了。整年了，现在已经。娶妻人少没味儿不？蛋糕嘞？都点着搁那切，简简单单的不多了吗？走。是吧？还热闹。走。叫上他们俩一块儿去啊！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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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生日快乐！这不是我生日，那是大王哥的生日。是我的生日，哎，起来吧。今天可是有点冷啊，这哪像广东啊？这像北京。下雨了。对。现在已经到了啊，是不是这儿？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，是吧？有个感觉跟这点说，馄饨、水饺、鸭货、烤鸡腿、麻辣烫、生蚝、炒粉，还有凉菜。哇塞，还有这个呢，这真是全了哈！找地方坐不到吗？那就坐这儿吧，坐这儿吧。行，那个我来个炒米粉加鸡蛋的，能不能加腊肠啊？可以。来喝啥自己选啊。来广州喝哈尔滨啤酒，哈尔滨。来。你们先吃吧，这样还真挺有意思的啊，对，啥都有，还便宜哈、啊，哇，又来一份儿，又来一份儿，麻辣对对，麻辣烫也来了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来吧，哇，烤鸡也来了，都来了，这还吃啥大餐呀、啊？这就是人间美味，对不对？这还不是大餐吗？对，是不是？味道老香了，来，生日快乐。其实这种生日才是我想要的。人间烟火气，最富凡人心啊！生蚝来了啊！哇，谢谢啊，谢谢老板啊！哎呦，妈呀，太好吃了！烤串，烤串啊！谢谢啊！都放不下了桌子。丰盛不丰盛？太丰盛了，好吧。不来，不来，还便宜。下面射牛的环节开始了啊！来看一下啊，特意为你写的啊，靓仔，咱们一起给他喊出来啊！来，3、2、1，靓仔生日快乐！带上啊，生日快乐！风有点大啊，就是3、2、1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学远了。谢谢老板啊！谢谢老板。这个生日过得非常有意义，真的非常开心。这一块给亲爱的大哥啊，好，谢。这一块两节，给我这个亲爱的媳妇啊。哎呀，这一块给这个亲爱的弟弟啊。来，老板。谢。再说个生日快乐啊！老板，老板不是不说，老板不好意思，他是啊，没什么不好意思啊，对他们不好意思。来，老板，啊，谢谢，说生日快乐啊，谢谢。这东西还有药的呀？没毛病啊，应该叫靓仔。靓仔，你俩说个靓仔生日快乐，靓仔生日快乐。谢谢，真的谢谢啊。